这一堆木头是十二生肖鲁班锁，组装好后是一种动物。你们可以在我组装的过程中猜测一下是哪种动物。这一块应该就是它的尾巴了。我们先从哎，怎么卡不上？哦，它是个斜面的，反个面就可以了。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，这一款的难度不是很高，哎，低估了自己的实力。拼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，甚至可能被它服务过。现在还有最后两块，我们把它装好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根牙签，它的作用好比就是定海神针，把它插上之后，这个鲁班锁就不会散了。这一款是入门级的，后面我会尝试一些比较难的。